我要往下，等下不能挖就尴尬、啊。我们去找哈基玩，走。你们玩得很开心。哈基，你要下去啊？你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？我要去。我们已经依旧你了。我要说，我往下。我要去没有你们的世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到熊猫很可怕。很可怕。那是中药材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中药材会动嘞、欸。可爱无害呢。我已经跳到最高点的256格，我不能再往上。你要不能下来了、啊。你下来啊！下来啦！阿基哦，走开！阿基，你要去哪里？走开！还是可以换一双鞋，走开！还是可以换一双鞋子，是清空脚下的东西啊。哦，可以啊，快速哎、欸，快速下楼哎、欸，对啊，快速下楼啊！你要么就摔水里，要么就摔清空。阿基干嘛、啊？我们不能脱鞋啊！啊！你白痴哦！怎么了？雨月，你要干嘛？我在看到，我在找他们，我在找他们。底下，底下啦，底下，都在底下。干嘛呢？在那边，你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别到底了，把腿能给冰起来。只能用冰的。我要走了。他们好开心。可爱，我冰一颗星也很厉害了。冰一颗星，冰了一颗星。快过来！你要干嘛？你下来啊！哪里去炖中药？炖中药！超凶！抓去炖中药，这个味道应该不是很好吃吧？应该是不好吃啊！干嘛啦？下来啊！走开啦！哦嗨！上面那还有谁？我隐约跟那几个嗨啊！哎，你怎么会杀了西瓜我？哎，因为他说我臭。哇！会记仇哦，这个。就发现不是你说的，有没有看听错了？记错了，记错人了。然后剪片的时候发现，哎、欸，好像不是这个人讲，好像不是谁，好像不是你。哇！是另一个尴尬，尴尬了，你尴尬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好像是那集讲的、欸，哎、哦，是那集讲的、哦、啊，那集说的啊，哎呦，那集在哪里？他在最上面。我在盖城堡的地基，等一下啦，我不喜欢冰的城堡，等一下啦，我在盖地基啦，我帮你挡一下。我不喜欢冰的城堡，你是在跟谁组队盖城堡？我没有。我帮你砍他一下。哦，来了，来呀！城堡垮了，城堡垮了，哇！你们都垮嘞、欸，哇！我去找纳吉啊，纳吉你好高，谁啊？我们只是在铺地基，对啊，只是地基而已，还没开始盖、啊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纳吉，给我过来！啊，洋洋在哪里？啊！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找到下楼的方法啦！我坐船！哇！哎、欸，好玩哦！啊，我的船嘞、啊！快点，再来坐船！帮我！摔船的船吗？摔船呢？不行，船只能下楼，船只能下楼。你们玩的这么开心哦！欸、下楼的模式这样也很好、啊。要不要赶快死一死？我们。下一场，换一场，对，金哥过来，他们没玩到，过来，给你，你不知道下楼，给你，好远哦，啊，我怕丢下去，现在跑很快哦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在干嘛，等一下，你带我火法师去，跑掉了，他们在哪里？啊，算了，我去找他，切西瓜，哎、欸，哦，看到了。没切到啊！掉下去了，船掉水里了，完了，最重要的船砍水里就没得玩啦、啊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这里好像经历一场大战啊！啊，洋洋出来了是不是？洋洋在哪？出来了，看错了，我不是洋洋。那个，我不到，洋洋开战啦！我看到人啦！看到了，哇！
我是那个村民啦。你是泱泱？好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最喜欢杀村民吗？我们专打村民，对，打村民。有没有想过看到泱泱不打，看到村民打？嗯，我不打女人，我只打村民。可是为什么？会卡卡为什么？哎，有了有了，臭臭的打死了，打死了，臭臭打死了。你在臭臭的啦。有人在哪？在半空中，在半空中。打死了，喂，白痴哦！我刚刚是空手吗？对，你是空手。我没想到是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要下去好久。刚泱泱还浓很久哎、欸，想下来吗？我有船哦，很便宜的船哦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欸、冰块上面升僵尸啊！快速送你到天堂。所以在搭船啊，所以在哦，船快再下来。那所以是我要下去。不要，那吉那边是不能放方块啊。那吉死了、啊，那吉死了。哦，死了。不要啦。那剩还有一个谁？所以我们哈基耶，哈基，我死了、啊，早就死了。哈基死了，他、啊、怎么变绿色体系？哎、欸，我、啊、我在看东西啦，快点。哦，那就，那就你们搭船、啊，可以搭船，我们下去船啊。好啊，等一下可以尬船吗？你要船船已经啊！说好了，怎么有拿到了？拿到了，要尬船。我们溜下去战斗、啊。你要溜到哪里？要溜到哪？看到了吧？嗯，误卡哎。互卡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乐园吗？蛮像的，人家头上的，看起来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，再打斗一下，冲啊！下来喽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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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被夹到，有人被夹到，夹到一下，我下来了，你们嘞？我快到了！夹爆你！船上有来了，晚上了！战斗，打架喽！打架喽！打架喽！哇！掉喽！你看这不是我的战场啊，误会了啦！开船下来很好玩，好玩，真的。儿童乐园开张了，哇，这个地形已经变这样了，飞空船船，太好笑了，哇，哎呦，又多了什么吗？有亮，给大家开船啊，开船，这是什么？对，下一次就可以玩各种各式各样的铁鞋，玩得很开心，哦，做了三个鞋。我也要来，你又有心了。对，稍微等会一下下，快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刚刚没玩到的，赶快来啊，来开船。船，交通工具吗？开船。我们是滑下来，真的滑超快的。先升到最上面之后，再开船下来的。我刚刚本来想说，之前不是开船可以直接滑到地上。嗯，我想说这样最快，而且不会摔伤啊！哪知道用滑的下，变成那个了。对，有人要来最上面吗？对啊，我们一起跟你滑。弟弟来了，等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要从哪里啊？随便找个路，我开始下去吧。哦，要上船吗？上船了，来，都有了吗？有。为什么脚下没方块了？要穿鞋鞋。你要穿对双吗？没有，是二五五了。你应该是太高了吧？我掉下来了，二五五最高了。好，还有森林。好，我坐矿车。哎，我也要坐矿车。不能放矿车，你要有轨道，你要轨道才能放。有轨道，不是是轨道太高放不下矿车。有了，好了，走。这个为什么放不下？要去喽。矿车不行哦，卡住了，真不行，卡住了，有了，嗯，卡船，好省好省，卡船喽 ，no， 杰是干嘛？我走的怎么快？战斗走路超快的，来来来，哦，怎么为什么你往下这么快？因为他是团团呐，我以为你们说因为他是重鸟才吓到我。巧克力交给你了，下来喽。这个只要改，不用改这个地图档，改那个 data pack 就好了。
哦，哎呦，差点撞到，先下载。好好玩哦，天哪！喂，太好笑了。我卡，哎，卡，视角不对，看不到。嗯，因为按 F 5啊。我刚切到正面，然后看不到前面。为什么按了 F 5之后变成我手上拿着船，然后在那边走路？原来你没有坐到船上。可是我一直往下走啊，怪怪的。可能船不想让你坐吧。嗯，讨厌你。耶、yeah, ，下来了。好晕哦。到了水上就不会有方块了。对啊。不是空气啦，底下不是空气啦、啊。嗯。天下无难事，喂。直接玩这个了是吧？哦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直接替盖代替掉之后，这边绿豆子就好了。哦，又有新的东西可以玩了吗？想试试看翘刺。有新的东西可以玩。翘刺哦，哎、欸，还、哦欸、这不是，这还不是。翘刺感觉很猛哎、欸，试试看。这就飞不起来，哎、欸，会卡吧？那个后面的方块。我、哦、还要再飞回最上面了，好远哦！他就在上面把 TP 他。翘刺在哪里呢？交通工具啊，不行飞。在哪里？地板升太快了，会撞地板。飞不了。你只要你脱下来的时候可以飞，跟你一穿上去就变走路。哦，可以，我飞起来了。欸、上面升快了、啊。走一下，我看到了。不能飞。飞不起来啊！你怎么飞它？没有办法飞。你要看看不然看空中，然后疯狂一直按，狂点右键，然后头抬高。先飞再穿鞋就没。不行，你先飞再穿鞋，它地上就会变那个啦。对，嗯，没得飞。我要当正常的飞行者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撞到墙。我这样有快喽！有，哦，又来了！飞不没有啊？吃冰块，好像没跟上啊！哎、欸，他站着才有哦。对啊，你飞行状态就不见了。欸、嗯哦、看看新的，应该没有踩着地板吧？哎、欸，嗯，就没有了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骑马，骑马是不是要给马装备才有算？给马穿，给马的装备哦，进来了，这么帅气，装备也没有办法那个吧。这三个，那你不是说只要换那个贝塔？对啊，把隔壁开起来了，会有隔壁的声音。哎，对啊，怎么没有更新上去？你只有 play data 而已啊，不是那个啊 ，what 啊啊啊！是 data pack 不是 plus data 啦啊啊！超烦啊！那你改完，每个人的脸都太丑了，改的很奇怪。都变惊讶皮卡丘了脸，都是 data 啦，都是 data、欸。这个才对啦。一，这个丢上去会很麻烦吗？好可爱哦。啊，等一下会有一个炸弹超人。啊？炸弹超人？标题是 T。哦、对啊，就伺服器撑得住吗？不，我就是怕伺服器撑不住，才想说不用。有一个消除新的、啊，脚底的会变空气，脚底的会变空，但是怕会摔死，所以给你缓降。哦，所以这是什么？那、啊、还有一个中药材行者，中药材行者，中药材行者后面会擦干净吗？中药材行者应该是1:14才会有的吧？走路后面的中药，附近有甘蔗。到底是踩了什么东西？噔噔噔噔，就1:14啊，有哦，啊，受伤了，不要欺负人家，他受伤了，好痛啊！来看，哎，他怎么自己受伤？没有，只要那六格吧，对吧？他一直受伤，他很宽，这里很宽，不能说他胖。
他只是宽，他只是。可是他脚不会受伤哎、欸，好好神奇，他脚是有特殊魔力。讲错话、哦，你讲错话了哈、哦。我掉下去，要怪声音被我会被我收录起来哦，会被音效包哦。我先关个麦好了，不讲话了，这样就不好玩了、啊。有那个背景音，对，背景音。你们现在在填满这个是不是这一层？对啊，这样不舒服啊。我们在盖地基啊。那我再帮你们垫高一层。没有错啦。你做什么？哇，第二层夹心是不是？哇，是不是要换？是不是要换鞋子才能做第二层啊？对啊，哇，在做夹心了，人类做夹心了。太累了吧？怎么地上都是西瓜？西瓜冰哦，要把它改成黑曜石。看到了，是那个杰克。哦，杰克、哦，那时候不是有要扑吗？就扑啊！呀，鞋子了啦。黑曜石再加上羊毛就可以做奥利奥了。现在是建筑大赛，是有多想吃？饿了，怎么是小马啦？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小马哥啊。没有，刚是点小马。啊，你点小马，你怎么点？没有，我点地板。新的。你点小马，伸出小马。蛮猛的。小芝麻。今天不玩正常点的吗？我们今天一点都不正常。不是你丢本地图，然后说今天不玩正常一点的吗？这样不就浪费你的心血了吗？